第三十四体哪一个可能是氦气？氦气就是钝气，那么钝气呢，就是所谓的单原子物质，它每个都是一颗颗原子所组成的。那这个机车也考过，就像我们的乙所显示一样，它就是所谓的单原子物质。第三十四题问我们说哪一个可能是氦气？我们答案呢选的是 B 乙。